好，我哋今日仲有35分鐘，我哋用35分鐘再重新修呢個三個正印啊，呢、這個正法印。第一個叫做諸法無常。諸法無常嘅時候，我哋將個注意力等喺個身體。我哋首先做一啲熱身運動。呢、這個熱身運動不單止係熱個身，佢熱埋你個心，身心合一。我哋將個身體坐好，拉直個背脊，打開個膊頭，放鬆自己，將個心等喺個手心，念念不離心，跟住佢想，身心合一，想到你膊頭啦，我哋開始做手腕嘅關節操。喺呢個時候，個心唔好離開個身體，我哋淨係去感受，我哋受而不想，唔好去分別佢，淨係感受佢，慢慢感受呢個身體嘅變化，有冇熱啊、汗啊、痛啊、痹啊，淨係去感受佢就得啦，唔好去分別佢，慢慢一下一下做，做完一下又一下。啊！呢、这個心而家係守心嘅心，亦都係一心不亂嘅心，亦都係受而不想嘅心。三心合一，心心心是佛，三界本無物。好，我哋調轉個心，唔好離開個手腕，唔好離開個手心，繼續觀察呢個身體。好，我哋放低雙手，重新調整個身體，拉直個背脊，打開個膊頭，放鬆，將個注意力等喺個手心，慢慢帶佢上到嚟膊頭啦，將個注意力等喺個手踭，慢慢做手踭嘅關節操，做完一下又一下，做完一下又一下，感受呢個身體嘅變化，個心唔好俾佢離開呢個身體。好，我哋慢慢调转，慢慢去感受呢个手踭嘅变化。好，我哋慢慢放低双手，重新调整个身体，拉直个背脊，打翻开个膊头，放松，将个心等喺个手心。我哋由手腕到手踭，手踭嚟到膊头，慢慢上，跟住佢上，跟住佢上，跟住个手心。上到嚟呢度嘅時候，將個身體拉直佢，慢慢跟住個手心落，打開個膊頭，好似扶住兩埲牆咁樣。好，一落到呢度，我哋放開佢，翻嚟個手心，跟住又上，拉直，打開，落翻落嚟，放鬆，跟住個手心上，拉直，打開，慢慢去感受呢個膊頭。感受完的時候，你就放開佢，唔好跟佢，跟翻個手心就得啦。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。再上最後一下，拉直，打開，落翻落嚟，放鬆自己，調轉，打開上，跟住個手心上，拉直嘅時候，感受佢身體，放開呢個感受，翻嚟個手心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。打開，跟住佢上，拉直，跟住佢落，再嚟一次，打開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，放鬆自己，重新檢查身體，拉直個背脊，打翻開個膊頭，放鬆，將個心等喺個手心，慢慢由前到後上到嚟膊頭啦，準備跟住個手心去上，有咁厚得咁厚，打開個膊頭，慢慢去感受呢個膊頭嘅痛，好啦。放開佢啦，接受佢，放開佢，翻嚟又上，打開，慢慢去感受個膊頭，接受呢佢，放開佢，上，感受，接受，放開，翻嚟又上，打開佢，又咁厚得咁厚，好，落翻落嚟，最後一下，上，打開，落翻落嚟，坐好，挺直背脊，隻手喺後邊。跟住個手心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，向後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，向後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，向後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，最後一下，向後上，拉直，落翻落嚟。好，我哋將個身體舒緩下。正先做呢啲劇烈運動嘅時候，身體放咗啲壓力荷爾蒙，呢啲皮質醇。我哋而家話俾個身體聽，唔需要咯，
唔需要啦，放松个身体，消化晒啲压力荷尔蒙，个身体回复翻正常啦。我哋喺呢度嘅时候，我哋睇住个呼吸，静则念息，睇住个呼吸就得啦。好，我哋打开膊头，坐好，左手喺前边，右手伸直，挺直个背脊，跟住个右手嘅手心，慢慢喺前边，然后打开个膊头，有咁厚得咁厚，慢慢去感受佢，接受佢，放开佢，翻返嚟手心，挺直背脊，将个盘骨向前，身体向后，跟住个左手，慢慢打开。有咁厚得咁厚，翻返嚟右边挺直背脊，左手打开，右左手，左手翻返嚟右手，感受佢，接受佢，放开佢，右手打开，翻返嚟左手挺直背脊，左手打开，翻返嚟右手，最后一下，右手打开，翻返嚟左手，好放松自己。我哋而家静坐五分钟，喺呢个时候，我哋用呢个坐姿做我哋嘅基本，然后我哋去感受个身体。吓喺呢个感受里边嘅时候，我哋可以感受到乐受、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每一个感受，我哋都去放开佢，放开佢，又再继续。好，我哋而家检查呢个坐姿。这个叫做七支坐法，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的坐姿。他成了佛之后，他叫比鲁遮那，即是大日如来。所以这个叫做比鲁遮那佛七支坐法。第一支支撑的支是只脚。我们现在将个注意力等在只脚。等在个脚板底，如果你坐凳的脚板底垫住个地，感受一下这个脚板底。如果你好像我坐坐垫的，感受下个膝头哥，感受下个大髀，放松个膝头哥，放松个大髀。第二支喺只手，我哋感受下啲手指，放松啲手指，感受下个手腕，放松个手腕，感受下个手臂，放松个手臂。将个手抌喺个膝头哥、大髀或者小腿任何一笪地方都得，总之系放松佢就得啦。第三支是个脊椎最重要的一支，我们现在将个注意力放在个尾龙骨，我们将个尾龙骨向前，个盘骨向前，身体向后，感受下它，感受下在这个尾龙骨，在这个尾龙骨旁边左右的那个穴位的压力。现在我们慢慢向着这个天花板一步一步上，感受下这个脊椎。现在来到头壳顶这个百会穴，我们将个百会穴向天拉这个身体上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感受下个脊椎，感受下这个脊椎的压力，拉到尽了，不得再拉了，然后放松一点、坐到直一直。现在我们去到第四支，在个膊头，感受下个膊头，感受下膊头上边、后边、前边。现在我们将个膊头打开它，打开的时候我们又感受下它，跟着我们放松它，感受下它，再放松，将个膊头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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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晒它，感受下它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个头壳了，我们将首先将个注意力放在个颈后面，感受下个颈的压力。当你个头是向前的时候，它唯一可以支撑的头就是颈后面的肌肉，感受下这些压力。现在我们将个额头向后，将个头壳的重量等返在个脊椎上面、就好像有个波等在那支棍上面那么大了、耳仔现在在个膊头上了，我们感受一下这条颈。好，现在再感受一下头壳顶的百会穴，百会穴现在向后、我们要将它等返正中，那我们就将个注意等在下巴，将个下巴稍微收缩，百会穴向翻天啦，成个人个头个重量等咗喺呢个脊椎上边，就好似一个保龄球等喺支棍上边咁解啦。而家我哋嚟到个面部，首先嚟呢个额头，
好似見到額頭嘅皺紋一橫一橫，好似老虎咁，係嘛？好啦，我哋放鬆下額頭先，學下放鬆，又放鬆，一路放鬆，我哋一路感受佢。好，放鬆完個額頭啦，我哋嚟到個眉心，眉心又有皺紋啦，動起嗰啲咧，我哋又放鬆佢，再放鬆，再放鬆。好，我哋而家嚟到眼皮啦。我哋放松个眼皮，好似 BB 仔瞓觉咁样，即系眼又开，又好似闩，又唔系闩得晒，又唔系开得晒。总之系睇到自己眼睫毛，睇到膝头哥，睇到只手，完全放松个眼皮吓。好，我哋而家跟住个鼻哥去到鼻尖，鼻尖嚟到人中。好，我哋而家感受下个口里边系咪干，系咪苦？我哋將一條脷等喺人中後邊牙同顎之間，合埋個口，等一等，感受下口裏邊嘅口水。而家我哋將個注意力等喺個面左右，放鬆個面，放鬆佢，將個注意力等喺個嘴角，將個嘴角升高。呢、這個笑喺個心裏邊笑出嚟。去到觀音菩薩面前，唔可以苦瓜乾嚇，好開心見到觀音菩薩。我哋有個笑，笑喺個心度笑出嚟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做到第七支啦。做完第七支，我哋個總合嘅時候，我哋慢慢向住呢個肚臍，向住肚臍嘅時候，我哋將個身體向後，感受下呢個身體。你個身體未向後之前，個重量壓力喺個背脊度，喺個尾龍骨度。當你個身體向後嘅時候，你感受到成個身體好似輕咗好多。好，我哋繼續落，落到冇得落，翻翻轉頭喺尾龍骨嘅時候，再繼續將盤骨向前。好，我哋而家坐5分鐘，完全用呢個感受嚟到去體驗自己嘅身體。由呢個尾龍骨上，我哋記住7支坐法，每一支我哋都去感受佢，去調整佢，放鬆佢，然後就離開呢個感受，又去到第二個。無論係苦受、樂受，我哋都同樣去處置佢，感受佢，接受佢，放開佢。你會發覺呢啲苦受、樂受，佢哋都係無常嘅，佢唔會永遠喺度嘅。你睇住佢，佢就自然消失，又到下一次嘅。呢、這個因緣和合，佢就會產生。苦又係咁，樂又係咁，因緣分散，佢就會離開。我哋慢慢去掃描呢個身體，慢慢去觀察呢個感受。好，呢個係師傅教嘅觀受，係身受，唔係心受，心呢啲係我哋未有本錢做心受，我哋淨可以做到身受。師傅話呢個叫做觀受離受，離開啲三受，苦受、樂受、不苦嘅樂受，你最後就得到呢個叫做捨受。喺呢個時候，呢、這個證到嘅法印叫做無常。無常苦嘅無常，呢、這個證到呢個法印，打開嗰對門，嗰係一條門叫做無緣門。你繼續行，行到最後就係平常心，就係成佛啦。所以話平常心是道，呢、這個第一個方法。佛陀有84000個法門，正先我講錯咗，唔係40年，佛陀係教咗45年。你將45年乘365日，每日5課就係84000啦。係好簡單一個數目字，意思係佛陀佢見人，就每一個人佢因為佢個因緣，佢用唔同嘅方法去教你，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啫，唔係唯一嘅方法。但係喺美國喺全世界呢個10日內觀禪就係呢個方法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做第二個方法係觀息觀息喺嗰個時候，我哋師傅叫做觀身不實。好，我哋首先做少少熱身運動，將呢個心肺功能做好。心肺功能嘅做好嘅時候，你好多痛都離開你噶。呢個50肩，因為你嘅氣唔通，就50肩咯。你啲手腳啲痛啊，我哋嘅英文叫 carpal tunnel 都係一樣。
啊，你風濕又係一樣，中風又係一樣，腦中風同埋呢個心呢個中呢、這個心個，我哋叫做一個心肌呢個問題，都係個風嗰個氣唔通啊。咁我哋做好呢、這個，然後我哋做深呼吸，我哋先至坐，咁啊做第二個。好，我哋首先我哋彈下啲手指啊，彈手指非常好嘅嚇、啊，通呢啲氣。打開膊頭，坐好，放鬆個膊頭，十隻手指喺前邊，手指弓啊係彈弓，手指四隻手指係彈弓，手指弓撳實個彈弓，拉實個手踭，準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我哋彈完手指嘅時候，我哋刮下佢，刮沙個刮喺呢個手個骨底下刮下佢。啊，你刮咗嘅時候咧，嗰啲痛咧，啊，你有時如果佢唔通咧，你一刮咧，佢搦噶啦噶，佢裏邊有筋噶嚇，佢嗰啲血氣積咗喺度咧，好似有筋咁樣嚇。好嗱，同埋啲手指有電嘅，而家刮嚇。好，而家我哋刮完呢個骨底下，我哋刮骨。好痛噶，佢但佢痛得嚟好舒服噶嚇。好，刮完骨嘅時候，我哋刮個手面嚇。好，而家我哋刮呢、這個啊，刮嗰個手啊手背。而家我哋刮個手面嚇，嗰、啊、啲骨嗰啲好舒服噶，刮佢嚇、啊，因為佢啲氣唔通嚇、啊。跟住刮手指，刮好佢，刮翻嚟，再刮條骨底下。好，到右手刮骨底下先。啊！攞呢個位置啊，中文我唔記得叫乜嘢，英文叫 knuckle。好，刮個骨，刮上邊，啊，刮到佢痛為止唔緊要嘅。好，刮呢個手背，刮手指，刮完手指刮翻嚟，再刮啊。好，刮個骨，刮到骨底下。好，做完啦，打個膊頭，坐好，再繼續做。莲花手等在这个云门，挺直背脊，盘骨向前，身体向后，准备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跟住我哋有通啲氣啊！我哋通呢個肺同大腸嚇啊，通咗呢啲氣，尤其是冬天咧，嗰啲血管啲微絲血管硬啊、收縮啦，好容易中風嘅。如果你個身體唔好嚇、啊，有好多嘢喺呢個發生。咁我哋做好通咗呢啲肺氣同大腸嚇、啊，有幾條陽經係對人好好噶嚇、啊。背脊後邊呢個叫做膀胱經。旁邊呢個叫做膽經啊，前邊呢個就叫做大腸經啊。咁我哋通呢個肺同大腸，我哋做完之後，我哋嗱、啊、學師啊偷師啊嗱、啊，我見到啊我太太個哥咧，佢哋有方法嘅，佢叫呢個做虎爪。嗱，我哋第一個穴位叫喺呢個位啲咯嚇，呢個位佢係呢個大腸經噶嚇。咁嘅時候，我哋用四隻手指，一隻手指公你用唔到力嘅。但你等咗四隻手指嘅時候，個手指公你就拉實呢度，個手好似個虎爪咁。但係個注力喺個四隻手指嚇。咁然後你將四隻手指撳落去嘅時候，你就感覺到啦嚇。如果你就咁撳撳唔到噶嚇，你好似個虎爪咁抓實自己，先至用個四隻手指撳落去。咁你感覺到呢個有少少痛啊？呢、這個叫做肩啊，如月啊，如山如弓嘅如。好，做完呢個前一個後一個嚇，呢、這個肩三針嗱、啊，你喺呢個時候，你個手指公撳實呢個穴位，但呢個又係虎爪，抓實佢，然後先用個手指公撳落去。好，做完呢個啦，呢、這個係大腸經嗱，呢、啊這個穴位好重要啊！呢、這個穴位叫做尺閘。佢喺個手踭嘅時候，佢有三條經㗎。而家係呢邊嗰條啊，呢係肺經。咁我哋撳落去啊，呢、這個通個肺氣啊，通個肺經。
好，而家將個手曲埋，呢、這個有個凹位嘅，呢、這個叫曲池，呢、這個係大腸啦。啊，兩條經都重要嘅，係通呢、這個。好，我哋翻翻嚟呢個三隻手指，呢、這個叫內關。好，跟住我哋做呢個叫做合谷。原來呢個合谷係好出名嘅。呢、這個合谷你知出名喺邊度啊？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有個總統七幾年嘅時候叫尼克遜總統啊？尼克遜總係第一個去中國探毛澤東同埋周恩來嘅嘛，係嘛？記唔記得？咁後來佢唔知咩身體唔舒服，咁我哋中國嘅針灸師出嚟同佢針，就係、是、針呢個合谷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合谷啊，係可以有呢、這個人身體痛咧，好好用嚇。嗱，我哋用隻手指公，個接口呢度駁落去呢度呢個位，一落嚟呢度喺個食指嗰邊，撳耐。好，翻翻嚟呢度，四隻手指等喺膝呢個膊頭下邊，啊，手指公等旁邊，拉實佢，然後四隻手指撳耐。好，翻翻嚟。手指公等呢個位置，呢、這個行過嚟呢個位嚇，呢、啊這個位呢、這個啱啱先凹落去嘅，但你隻手指揦實個膊頭，撳落去。好，翻翻嚟呢個叫赤閘，撳落去。好，跟住呢個叫曲池，撳落去。啊，你唔好以為話我膊頭冇事，我膝頭哥有事喎，一樣係嗰啲穴位，佢通咗氣就冇事噶啦嚇。好，翻翻嚟呢个内关，揿住佢，呢个同心脏会有关噶。好，翻翻嚟呢个合谷，揿实佢。咁你通咗个肺气，个心肺功能好咯。咁我哋整紧打坐嘅时候咧，个人就好舒服噶啦。好，做好啦。咁我哋就做深呼吸，打开膊头放松，全身放松，十只手指等喺肚脐底下，慢慢吸。吸氣，噴氣，拉個手背嘅三焦經嚇，三焦經又係陽經，翻翻嚟，再重新一次放鬆自己，吸氣，噴氣，啪，拉個手背嘅三焦經嚇，好，翻翻嚟，第三下吸，噴。放鬆，全身放鬆，十隻手指有扣實，手心向天，好，反手，手心向地，拉落去，拉實個手踭，手指屈住，輕輕屈住得啦，唔使太大力嘅，眼向前，將隻手慢慢上到面前啦，再屈一屈啲手指，拉實個手踭，然後慢慢上，一路屈住啲手指，拉實個手踭，上到頭殼頂，好。將個注意力等喺個尾龍骨，成個人拉直喺個尾龍骨開始，然後向後翻翻嚟，再拉向左，停一停，翻翻嚟，再拉向右，停一停，翻翻嚟，再拉向左，停一停，翻翻嚟，再拉向右。停一停，放松自己，坐翻好先，放松。然后右手等喺左边膊头，头顶向天压实右边嘅膊头，揸住右边嘅手臂，挺手生，挺直嘅背脊，将右边嘅手臂拉过去左边，拉到尽一尽。好，翻翻嚟，调转手，挺直背脊，揸住个手踭，将个左臂拉过去右边。好，翻翻嚟，放松自己，睇住个呼吸，全身放松。好，打开个膊头，左手手心向天，右手手指手掌之间，将只手拉落嚟，手踭拱尽。眼向前，用个手踭拱只手上去，一路拱嘅时候，轻轻屈一屈啲手指同个手腕，上到嚟眼眉咁高啦，身体唔好转，
淨係將隻左手拉去右邊，拉到痛為止。好，翻返嚟，放鬆自己，到右手拉落嚟，手踭拱盡，眼向前，手踭拱隻手上去，屈住啲手指同手腕，唔使太大力。好，上到眼眉咁高啦，身體唔好轉，將隻右臂拉去左邊，拉到痛為止。好，翻返嚟，放鬆自己，睇住個呼吸。打开个膊头，坐翻好，右手手心向天，左手手心向地。打开个膊头，右手托住个天，托到尽；左手托住个地，托到尽。好，而家将个右边膊头拉高，左边膊头拉低，然后将个头向右、向左手、向右、向后，去到膊头啦。将只眼转转到去个睇到背脊。好，将只眼翻翻嚟，继续托，继续托，唔好放。好，而家慢慢放，左手向住天，右手向住地，左手托住个天，右手托住个地。好，准备将个左边膊头拉高，右边膊头拉低，将个左手向后，头向右，跟住只眼转，转到望到背脊啦。好，翻翻嚟，而家放松，睇住呼吸。好，打开个膊头，坐好。我只右手出嚟，两只手指等喺背脊，个手指指住呢个叫做神如月。坐好，头顶向天。而家将个右边膊头拉高，手指向下。好，放松。左手两只手指等喺背脊，头顶向天，手指指住右边嘅神如月。而家将右边嘅膊头拉高，手指向下，好放松，睇住呼吸。好，右手又系两只手指等喺尾龙骨，坐好，头顶向天，将个手指指住呢个膊头嘅肩颈穴，将右边个膊头拉高，手指向上，好放松自己。左手两只手指等喺尾龙骨，将个手指指住右边嘅肩颈穴，左边膊头落，手指向上指住个肩颈穴，坐好，两只手手掂手，坐好，右边膊头上，左边膊头落，好放松，调转手，手指掂手指，坐好。左边膊头上，右边膊头落，好放松自己，睇住呼吸。我今日同大家做一个新嘅动作，做完呢个动作，我哋先至做反手观音。首先个注意力等喺右边个膊头，等喺右边个膊头，将个膊头拉高，向后落翻落嚟，向前。拉高，向后落翻落嚟，放松到左边。拉高，向后落翻落嚟，向前。拉高，向后落翻落嚟，放松。而家将个手等喺后边，拳头对拳头，个头壳顶向天，个注意力等喺头壳顶嘅百回穴。揸住个拳头嘅时候。揸住个拳头嘅时候，将个拳头向下拉，头顶向天，好放松。呢、这个叫做拉龙脊，龙嘅背脊啊。而家将个拳头向后，头顶向后，个牙向上吓、啊，准备将个拳头向后，牙向上，好放松自己，睇住呼吸。好，两只手合十，手心对手心，坐好，手指向下，手指向上，上压实个背脊，坐翻好，然后将个手向前，膊头向后，
放松自己。好啦，我哋开始坐五分钟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哋睇住个呼吸，啊，我哋系观身不实。我哋首先用一分钟，净系睇住个呼吸，将个注意力等喺个肚脐。当我哋知道自己吸气嘅时候，个注意力向前；当我哋知道自己喷气嘅时候，个注意力向后，就系咁多。我哋坐一分钟，师傅叫呢个叫做故作意嘅呼吸，调整好自己嘅七支坐法。我哋继续坐一分钟，喺一分钟嘅时候，我哋完全放松嘅呼吸，唔使去故作意啦。个注意力继续等喺个肚脐，去感受呢个呼吸。当你知道自己吸气嘅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个肚打开，横膈膜向下。当你知道自己喷气嘅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个肚收缩，横膈膜向上。我哋坐一分钟。完全放松自己，净系去感受就得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开始去收呢个不实啊！好似而家我哋上山寻宝咁啦。呢个宝就系不实，系空，意思即系话系冇主宰嘅，个身体都你都唔系个身体主宰。我哋寻宝嘅时候，我哋就去寻呢个空间，呢个呼吸同呼吸之间嘅空间。我哋继续放松自己，慢慢去观察呢个呼吸，睇到佢吸气，呢个叫做生；睇到佢喷气，呢个叫做灭。呢个生同灭系一个宇宙嘅规律嚟噶。诸法无常，是生灭法，你睇住佢就得啦。你会发觉生同灭之间有个空间，灭同生之间有个空间，这个空间最明显的。当你喷完气嘅时候，你放松佢，唔好咁快去主动吸气，话吸气，你完全放松佢，你信自己。这个身体它会自己呼吸的，你去寻找这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就是宝藏的门口，打开了个门口，里面的就是宝藏。好，我们继续用五分钟时间去观察这个呼吸，慢慢去找到这个喷气和吸气之间的空间。一找到个空间，你将个注意力等在个空间上，放松自己，等个身体自己吸气。佢一吸嘅时候，你就跟住佢，境内则应。吸完气，你又等，境去心流，流喺边度啊？流喺个空间嗰度。大家戴上眼吓，呢个第二个就叫做观身不实。不實即是沒有主宰，意思就是你都不是你的身體主宰，所以這個不實叫做空，不是沒有東西這樣，只不過是不實這樣，所以這個空叫做空無我，你不是主宰你的，這個身體是自然法則，它喜歡吸氣就吸氣，喜歡噴氣就噴氣，你不用緊張，你看著它就可以了。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們證到的法印叫做空，入個解脫門叫做空門。咁師傅講呢個四念住裏邊呢個身念住就係呢個觀身同埋觀受嚇，觀受分兩部分嘅，有身受同心受，身受同埋呢個觀身加埋嘅叫做身念住。師傅曾經講，如有一法能直通涅盤，乃身念住。呢兩個法門已經夠你涅盤啦，涅盤唔係等於成佛嚇，心經嘅究竟涅盤係成佛嘅涅盤。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脱离这个三界六道，不再是有烦恼的涅槃。第一个法门，这个观身不，这个观受离受，这个是一个辟支佛的法门。
意思就话你唔需要有佛嘅，你唔需要有佛嘅，你净系有法就得啦。咁所以佢系呢个十日内观禅嘅法门。十日内观禅，你入去十日，你系唔可以带佛像入去嘅，你系唔可以带佛经入去嘅，你唔可以跪住喺度拜嘅，你净系可以做佢个法门，因为佢系一个辟支佛嘅法门，系唔需要有佛嘅，净系去感受呢个自然嘅法则就得噶啦。喺第二呢个空门呢、这个，佢系一个阿罗汉嘅法门吓，佢、哋所谓呢个阿罗汉上部座嘅法门，佢系为咗呢个解脱呢个无我嘅，所以佢哋由托钵开始噶吓，托钵同埋打大赤脚开始嘅吓，呢、这个系另一个法门。咁师父话就系得两个嘅啫，另外嗰啲唔轮到我哋噶，我哋冇资格做嗰啲。咁后来有和尚问。咁念佛呢？师父谂一谂，哇！呢、这个问题要好小心答喎、身在敌境啊！呢啲唔系打坐嘅人，呢啲全部系念佛噶嘛，系咪？咁师父话：哦，观心，念佛系观心，念佛就系观心。尤其是我哋而家跟住用呢个系妙莲老和尚嘅六道微陀，佢系观心嘅。咩叫做心啊？心中有佛，佛中有观音菩萨啊嘛。观音菩萨就系呢个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又叫做四禅四梵住。点解叫四梵住啊？当我哋离开呢、这个欲界嘅时候，我哋上到去嗰叫做梵界，佢分开色界、无色界，加埋叫做八定。八定嘅第前边嗰四定叫做禅定，叫做四禅天。嗰四個禅定，禅定就係四無量心啦，嚇！第一個、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，呢個就係慈悲喜捨嘅境界。當你能夠真係收到慈悲喜捨嘅時候，你就入研究院咯，讀完呢個本科啦，入研究院啦嚇。我哋而家呢啲 B B 仔仲攬住片嘅啫嚇。當你入到去嘅時候，你就攞到文憑啦。但係之前你有成績表嘅嚇，好似細個讀書嘅時候拎個本仔翻去，先生一級嘅人。有個手巾拎翻俾老豆嚇，今日你乾淨啊嘛，有個手巾係嘛？哦，今日你乜乜啊？有個兔仔，有個嗰啲係成績表嚟嘅。咁喺呢個四法呢、这個四無量心之前嘅成績表係乜嘢啊？成績表係呢個六波羅蜜，六波羅蜜。咁所以呢個妙蓮老和尚嘅六波羅蜜，其實佢係檢查你自己嘅成績。看看你有没有进步，向住呢个四无量心去、啊、第一句，第一个波罗蜜叫做布施波罗蜜吓。呢、这个布施波罗蜜嘅时候，你要攞呢个感恩心出嚟噶。你冇感恩心，你去布施呢个系假布施。你有感恩心吓、啊，有包容心，有分享心，这个先系真布施。所以第一句佢系检查你嘅。这个心的，他检查你这个感恩心、啊、第二句他是代表第二个波罗蜜，这个叫做、啊、这个叫做持戒波罗蜜、啊、正先我跟你说，这个阿伦尊者第一句问师父，佛师父你走了之后我以何为处啊？佛陀说以念为处。第二句就说你走了之后我以谁为师啊？佛陀说以戒为师。所以呢個持戒，佢係用個尊敬心出嚟嘅，尊敬佛陀，尊敬自己嘅戒。你見到出家人剃光個頭，你拜佢唔係因為佢剃光個頭，唔係因為佢願制服，係因為佢守戒。嚇、啊，这個你有尊敬心。第三句叫做忍辱，忍辱，人哋講嘅説話講得唔好，聽咗就算啦，忍住唔好俾呢個煩惱出嚟，这個叫忍辱，忍辱。佢係要有慈悲心嘅。第三句代表我哋第四句代表我哋第四個波羅蜜、啊、第四個波羅蜜叫做精進，精進唔係勤力啊，精進係不退轉咁解啊。你冇菩提心，你係冇精進嘅。你唔想成佛，你做嚟乜嘢啊？你搞乜嘢啊？過日日神係幾多嘢好做啊？打下麻雀好得多啦，係咪啊？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一定有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说我要成佛，我要皈依，我要拿回应该我要的东西，因为我是根本就是佛来的。
咁你就有精进咯。跟住嗰句做禅定，禅静就系清静咁解啦。呢个清静心。第五、第六，我哋叫做波耶啊，或者叫做智慧，即系离盖啊，离开啲烦恼啊，离开个烦恼佢就系无相嘅。啊，因为相就系呢个烦恼啦嘛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呢啲时间同埋空间嘅捆绑，法捆绑就系你嘅烦恼。你要离开呢啲时间、空间，离开呢啲烦恼嘅时候，所以妙莲老和尚喺嗰度系唔出声嘅，无相嘅。好啦，我哋用5分钟嘅时间，慢慢去观自己嘅心。观呢个心嘅时候，第一句叫做布施，意思就系喺呢度嘅时候，我哋应该开始回向，我哋将我哋所有嘅功德，所有呢个阿弥陀佛嘅功德，送俾我今日大家同大家讲嗰啲年青人，年青人佢个心受紧嘅苦，非常得人驚，我哋將佢送俾佢，無論係同我哋有緣無緣，無論係有形無形嘅，我哋都同佢哋分享。我哋而家開始專心啲啊，念佛要有對象嘅。我以前同你講過，你去啲寺院嘅時候，佢寫住個山門，其實係三門。咁今日我哋講咗三個解脱門，第一個解脱門叫做無緣門，師傅嘅方法叫做觀受離受；第二個解脱門叫做空門，師傅嘅方法叫做觀身不實。第三個法門唔係師傅嘅法門。佢只不過提醒俾我哋聽，等你嘅因緣。如果你係個念佛弟子嘅，第三個法門就叫做涅槃寂靜。第一個叫做諸法無常，第二個叫做諸行無無我，第三個叫做涅槃寂靜。嚇喺呢個時候，師父話叫做觀心生滅。咩叫做生滅啊？冇時間係冇生滅嘅，冇空間係冇時間嘅。意思就係話，你離開呢個三界六道，你要離開呢個時間無受者相，你要離開呢個空間，離開呢個分別，叫做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。你能夠離開呢個相，你得到嘅就係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，阿彌他巴，阿彌他耀，無量光、無量壽，就係無空間、無時間嘅意思。意思係你離開咗你三界六道，離開三界呢個六道，我哋叫做離苦得樂。所以喺《觀音經》裏邊嗰句好重要嘅，就係佛法僧願常樂我淨。你將你自己清淨咗佢，唔再去執著呢啲三界六道嘅時候，你就得到就叫做常樂啦。佛陀喺《離婆經》都係咁樣講嘅：諸法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而滅淨常樂，一樣係咁講。所謂極樂世界，其實就係冇空間、冇時間咁解嘅啫。好啦，咁今日嚟到呢度啦。